各位同心，那我们现在开始上课哈。这节课由我们郭伟珠郭老师演讲哈，请大家用掌声欢迎，谢谢。各位同心，大家好。看有足侪人伫爱困吼，没有哈？恭喜大家哈！无代无志，总爱来台湾民政府做着大官。安尼有欢喜无？哈，唔拄好做着的啦哈。这个可见讲每一个人足大的福气，佮而且呢，代表啥物？代表大家足有智慧，因为足侪人咱家讲拢唔相信，对唔对？对。啊，为什么咱相信？所以吼，咱徐格林老师咧讲来讲吼，会当领导人诶，就是有头壳诶。啊，袂当领导人白领导的，就是无头壳的人。哦，所以一般呢，啊，若讲袂入口，拢共讲一句话，我拢问讲，请问咧，啊，社会上吼，好野人较侪，爱善良人较侪，安尼吼。所以讲，为什么好野人较少？因为头壳好的人较少，啊，因的头壳就是较好，所以伊就。赚较有钱嘛，对不对嘛？吼，所以讲，基于这个关系，咱会当判断台湾民政府，咱是台湾人的政府，而且呢，咱这条路是对的。啊，咱比如讲，有人讲，敢有影啊？啥物在卖老货？敢有影？啊，唔免老货，咱就比如讲哦，咱要来讨钱。啊！你是要叫流氓？迄嘛，吼，像个起兵啊来烧钱，迄都会流血嘛，吼。啊，咱若来用法律嘞，来法院告，敢会流血？所以我们就用法律啊来告美国。那么告美国，当然用法律来的执行。啊，当然嘛是袂流血，啊嘛是有可能，吼。不是靠咱这人呢，咱是靠美国高等法院判断、跟判决，咱台湾人无国籍、无世界各国甲咱承认的政府。咱即马即个流氓政府，甘咱的政府，不是嘛吼？所以咱基本上，咱初级班、高级班，你爱知影即个代志，讲哦，啊，甲咱恁这人安尼敢有法度？我讲。无法度，啊！后壁奥巴马有法度无？美国有足侪人无？啊！佮刷落，佮再叫足侪迄安倍晋三的人要出来呢？安尼，咱有法度无？啊！全四百几年来嘛，一次安尼尔尔，所以咱爱知影讲，咱是自属美战，咱土地宽征是日本天皇的。那么占领是因为美国两粒原子炸弹嘛吼，打赢日本啊，咱是日本人呢，咱打输的予伊占领，所以叫做日苏美战。这咱若读初级班、高级班，这两句爱记起来，日苏美战的意思。搁再来爱搁记两句，安尼就完成，简单扼要明了。爱记啥物？就是讲，流亡不能就地合法。以流亡的政府来到这，伊袂当就地合法，这是法律所定的。你若是讲吼，流亡的政府来这，哇，啊住遐久啊，啊都伊个啊，安尼我明仔载就要搬来住恁家啊，吼，住恁家住了就变我个啊嘛吼，所以流亡吼。不能就地合法，搁再来嘞，占领不能移转主权，占领嘞，美国搁敢占较久，嘛袂使移转主权。那么主权呢？一般的一个政府有三个条件：你第一爱有土地，第二爱有人民，第三爱有外交权。好，这都。咱爱知影政府具备的条件，啊，因为咱这块土地呢，
敢是伊流亡政府为中国赶来的，爱派来的，唔是。所以呢，这拢唔是。所以呢，咱在今仔日的主题要讲真情，咱先爱复习吼，复习咱这两天咱的讲师所讲的法理嘛，那就简单四个题目而已嘛，哈。安尼入俗美战。占领不能移转主权，然后流亡不能就地合法，这样就清楚了。我们的法律的重心就是这个几句而已嘛，这几句记起来，你对法律就非常的清楚。至于其他的事情，我们记不清楚，我们是要借用别人来跟我们说，所以说，那么咱离不开咱的法理，法理咱清楚了后呢，咱因为高级班了，咱后一遍，后一遍就是咱的职业训练的就业训练的意思，加上点招。点招呢，第一个是咱的法理点招，法理点招意思，你要来确认。我真正要来吃头路，我真正要来做民政府的官员。那么第二个，你职务点招，职务点招，让你确认，让你点，你要来选择什么职业？咱有两种呢，而已，一种叫做内阁。你若点招呢，点内阁，你就是上课上内阁。你如果那是要做议员，你点招就点议员，安尼才会对等。真侪人袂清楚吼，啊点议员，然后上课上内阁，啊那像我嫌费去，我两行总该上。后摆啊吼，啊咱是加了一寡食饭钱尔嘛，对不对？咱讲住民宿，那会使免钱吼。所以呢，两项有啥物好处？就是讲安那，我如果派来这个机构吼，啊，我顶头上司吼，看我较无缘呐，哎，看我袂顺眼，老是找麻烦，那还可以跳到别的地方去哈，是不是呢？我得换来做议员，啊，议员的顶官呐，看我袂顺眼哈，甲我无爱配合，我来跳来做内阁，那就卖。安尼，互家己真刺激嘛吼，咱就会当足顺利来找咱家己的路。安尼有理无？好、所以讲，即讲咱上课到即个程度，咱即马来就是讲，咱准备要来做官吼。啊，咱捌做官过的人，举一下手一下，好无？啊，拢唔捌吼。唔好官硬话哦，啊，咱未向做官，确定啊有要学一下做官无？未吼，啊，拢未使拄久哦吼，吼，那拄久吼，上尾啊五分钟啦吼，绝对唔好拄久，会错出机会吼。我若甲恁讲讲的吼，连总统恁都敢去做，要相信无？因为风范尔尔啦。哦、方法、哦啊、这个留在最后五分钟再讲、哦哦啊、咱现在知道说要做官要注意什么事情，这很重要。所以我先介绍妇女会，咱妇女的使命。咱妇女呢，这三尊、哦、大妈二妈啦、哦啊、这个三妈，这是我崇拜的偶像、哦、我是他们的粉丝吼、哦！啊，我希望讲吼、哦，咱大家爱确认所有的查某人吼、哦，除了体力小爬输人吼、哦，头壳会输无？我唔是咧学我家己啦，我足欢喜讲我做查某的，因为查某的拢会互人笑，对不对？够人咧笑查甫的，对不对？所以就是嘛是足好命，才会当做查某人嘛吼、哦。所以查甫的吼、哦，出事是要来。疼惜查某的，啊，查某的出事，不是要用拍哦，是要让查甫的笑的呢，有理无？所以咱也是讲吼，也当
达到圆满了一个家庭哈，一定要遵守这个原则了哈。啊，来就是讲，咱即马哈，妇女，咱遵循这个目标，协助政府落实照顾百姓社会，不是谋福利哦，咱绝对无趁钱的，这是在开钱的啦哈。所以照顾百姓是政府出钱来照顾百姓，所以这个妇女，咱即马叫做妇幼福利省。咱刚开始的时候叫做妇女联合总会啊，啊，即马叫做妇幼福利省，就是中央妇幼福利厅，就是州。咱下面郡就是社会局。所有社会局的上面就是妇幼福利厅、妇幼福利省，因为安尼，咱才有法度来照顾他做什么。咱就是讲两性平衡，甲妇女争取应有的权利以外，来，咱就是讲暴力家庭协助政府保护老弱妇孺，提升女性的市值，甲家。所以这就是妇女保护的磁场。咱好，下一个节目放出来哈，谢谢。来，咱今麦就是讲啊，妇幼福利省做什么？好，妇幼福利省，咱下面的好是要来讲要安那做领导人啊。我先来介绍咱妇幼福利省，是几岁开始到二十岁。60岁到100岁，这个弱者啦哈，家中属于社会局、妇幼福利厅、妇幼福利省来的照顾的代志。所以呢，咱即马一个家庭也好，如果那没有福利的话，咱即个人民无需要政府，对不对？政府收税就是要做这个事情，除了建设以外嘛，哈，这个事情是跟个人哈息息相关，每一个人拢一定爱关心这个事情。咱兜拢有老弱妇孺嘛，所以呢，福利对咱这足重要。那么咱伫这个做官的中间呢，我建议每一个人挑选个人的专长。你如果即马以前过去，大家拢讲哦，要做议员，敢那牙卡牙手都拢好啊，敢安尼？无一定遐好做。如果你若无迄个专长，你有本事去做，那是没有关系。足侪人拢不务正业嘛，吼！啊，读伊个人柯文哲都走去咧做市长，啊，人有本事不要紧。如果咱觉得家己无把握，咱卖去坐一位，坐一位吼，自己压力太大，而且做不久。咱希望讲上即课了后呢，我要希望大家听落去，就是讲安那，坐愈久，领愈坐，对不对？所以一定爱知影讲，咱要安那来做官，啊，要做官，咱即卖的4000人合作政务官呐、啊。政务官是去管人的，去管人的，不是去办事的。所以咱是要去管事务官，那么要管别人进前，爱先把家己管好，好不？家己若管不好，要安那管别人？对不对？所以个人的操守，你家己的行事作风一定要及格，对不对？对。哦，所以咱来探讨讲，咱。那个领导须知，领导须知，好，看没有哈？不对耶，啊，一对不是呢，一对不是啊。对，不是，无你用迄、那个领导的管理法则。
歹势，可能这造句的名称用了唔对哈，还可以的吗？随身的哈，所以讲哈，因为迄足久无讲啊，名称造句，那即马哈，如果呐家己无管好势。你知影，咱后摆啊，秘书长讲，咱要做日本人对哇？啊，咱做日本人，咱是毋是爱比日本人搁较日本人？秘书长讲，咱要做人呢，安尼记呢，对不对？做安尼记，你那是乱七八糟，人会敢气嫌无？所以呢，咱就是讲，爱遵照日本的教育，咱即马中。中国教育吼，乱七八糟对无？乱七八糟是安那？大家人未团结，未合好嘛，斗来斗去，斗争是他们的专长啊。日本人足合好的对不对？足守规矩对不对？全世界上有礼貌对不对？上清气对不对？咱至少家拢爱家遵守嘛。所以，尤其是咱这是台湾民政府的经济，咱一定为什么开始？为什么开始呢？来遵守几个原则啦。第一个，回去哈，上无爱穿像我安尼整齐整齐安尼嘛。我看内底话嘛，真整齐啊哈。咱安尼行加一工照三遍，我安尼有升大官无？我即马唔是咧讲我呢，我是讲恁当个爱穿哦安尼，啊照镜照三遍，啊家己看卖啊，讲你家己有升大官无啦？安尼好唔好？所以这个形象是第一个印象非常重要。每一个人拢看外表尔，啊来正看你个内底嘛，吼。所以外表一看都未通过，都拍枪啊！啊人会讲，啊你这要官员哦，门都没有。吼、哦，伊就无要听你个啊！你甲穿哦，安尼吼，唔过，人穿甲装甲像迄圣诞树吼，为酒家造出来安尼呢，对不对？那安尼会用惊死嘛？对不对？咱一定服侍高尚，安尼整齐清洁就可以。所以呢，形象第一个，第二个，我们的内涵，你家己个个性，你家个行事作风。包括你的思想都要调整，所以呢，咱要安怎做官进前，你要心理准备，咱爱注意的代志，咱就是讲要奋勇不断地追求目标，咱准备认识自己，要立志做大事。咱不是要做大官，咱出去拢卖讲做大官，其实咱是真正做大官，咱嘛卖安尼讲啦哦。我们要做大事，因为这有大无？四百年来，台湾人无一个人家己来家己管家己嘛。你像迄个讲阿扁，迄敢家己管家己，伊是去摸着中华民国的大腿，去伊的体制内底去做总统啊。你如果若像咱安尼吼，照气魄，我无爱做恁的官，我都要做台湾的官，安尼吼。迄就是做大事。那么咱安怎奋勇不断地追求目标？咱的目标是咪执政？那么执政在就在眼前。我参加八年啊，那么八年底下中央成立四年的时候，当时讲来上课只有上华里，目标讲呢，有一天我们会办身份证。安尼，阮都装落啊吼，到即马拢还在发烧，发袂停啊，42度，你要相信无？吼，42度，迄就是讲不断的追求目标，那么目标就在眼前，咱是临门一脚就可以达成，所以恁倒尾来的人，加阮手棍啊，青年啦，吼吼，啊，阮安尼基础拍好啊，恁正入啊吼。您靠福报，所以呢，那是事实的哦。咱呢，为四月二三，去年
为迄个进度足紧，去年的一年的收获，安倍晋三，咱的迄只奥巴马的哈，咱的奥巴马就去见皇帝，那么到皇宫去阅兵，你若有入去网络都看得到。七月改宪法，十一月解散国会，这你拢报纸有看过无？有无？我没有看过，就是无咧看新闻啦吼，吼。所以讲这啥物？这是咧配合咱，因为咱要认祖归宗，对不对？咱要等诶，咱四年来拢去甲拜皇帝，搁去靖国神社去拜咱的英灵。这表示什么？告诉他，我就是要认祖归宗。那他们现在在准备当中，您知影日票跋价无？啊，跋价要创啥？您敢知？哦，这足巧，对，买予美国的战后赔偿金，予伊赚着钱，无伊无钱嘛吼。即嘛，每一个国家经济都是很衰落嘛吼，所以伊要。赔偿金，我今仔话呢，二十七年后，就是战争了二十七年后才回归日本。那么赔偿偌济？3亿2000万美金啦吼。那咱台湾甲澎湖应该佫较侪嘛吼。那么咱即马解散国会了后，伊佫选举过半嘛。那么最后剩一个动作。那么美国呢，伊的动作为九月咱敢讲六场的演讲，美国派来的，吼、哦，有人有朋友有参加嘛，吼、哦，讲了了后回去叫我们申请旅行证件，咱即马就是在申请旅行证件当中，即马来美国是为要派人来调查。看咱公告了有交文无？偌济人知影台湾民政府了后回去，六月份左右要开公听会。公听会做什么用？向全世界公布台湾的地位。公布了后，伊当然要公布买口岸爱提了嘛吼，买款呐。买款也无提了，日本讲这间厝我的，那谈不成嘛吼。所以开公听会就是日本赔偿金应该拿完了啦吼。啊，伊该宣布台湾的地位，咱日本马上以前是讲改宪法，那依照战争法不是改宪法，以恢复伊的原来日本。在日明治宪法就可以，以恢复宪法，马上皇帝就会当出声，讲台湾甲澎湖是我的，所以即马这目标是毋是足明确？所以追求这个目标，啊，我甲您讲啊，安尼有信心无？有哦，好、哦，有咱继续来建立信心哦，奋斗进取。啊、来激发对事业热忱，咱这嘛是一种的事业嘛，吼，所以袂使呢，等下冷机机啦，等起爱足热心，跟朋友亲戚来分享，对不对？讲较紧的，咱台湾民政府，予你改变你一生唯一的机会，吼，所以咱一定爱甲人讲，过来来的要重视团队精神。那么我再强调一点，团队是一个团，哈、哦，我是讲团体很重要。为什么叫团体？啊，每一个人拢共一体，安尼是不是搁较加强？啊，那无安尼，日本人讲的巴拉巴拉哈，就是你一个个体，伊一个个体，伊一个个体哈、哦。啊，你做你的，我做我的，安尼有力量无？所以我们就是重视团队跟团体的精神，咱每一个是互动，互相帮助，互相扶持，咱这是生命共同体。那么这要养成良好的习惯，咱过去
拢毋是伫即个团体，啊，咱嘛无做过官，对毋对？啊，即马开始要做啊，咱爱遵守即个条件，咱才会当甲台湾管好，较袂互台湾人安怎？会敢配乱哦，所以我讲安那，咱爱做家伙，咱台湾的人民吼，唔是惊一个尔，惊两个好唔好？好，惊两个啊吼，讲啊靠，有一阵安尼，因为咱古早安怎做官拢讲父母官对唔对？那么父母官，咱是唔是爱像迄个疼惜咱的囝儿同款，甲人民、甲咱的同事拢当作咱的囝儿啊？啊，咱的同事当作亲姊妹、亲兄弟呢，所以呢，你养成这个好习惯，咱会当勇往直前，永不停步哦，吼！因为不进则退，咱如果把这个当打打嘞，咱都是袂使停，袂使无进步。呀，那咱若无进步，就等于退步啊，吼！所以咱要学的代志，咱真多，哎。热心、积极的态度与实质的信心，咱爱十足的信心。我拄只讲到遮，大家有信心无？敢袂过当下过讲唔过安尼吼？啊唔过，请恁拍电话话，我都给你们答复了吼。一定爱有信心啦吼。如果呢，那无信心呢，甲咱的基本啊，新台湾论看看咧。阿哥无拍电话问我，讲迄人咧讲的迄对答安怎？啊，我就甲你答复，你得爱会十足的信心。啊，咱做官一定爱有果断，不是武断。完善的人格，愿意帮助他人来成功。为即马开始，咱就拢咧帮助人家成功了嘛，吼！包括我徛伫遮。我也希望大家都会成功，因为安怎呢？你若听这课了吼，食到一百岁，念到一百岁，安尼是毋是足重要？安尼嘛帮助人家吼。所以讲呢，佛教拢讲做功德，啊有人提钱吼，咱做功德，何乐而不为？吼，迄半暝也紧走去呢。人迄个宗教家，所有的宗教，所有的这个。福利的这个单位啊，吼，拢总是自掏腰包啊，爱摕足侪钱去捐济呢。啊，咱唔免，咱帮助一个人去吧，咱唔免发薪水呢。后摆啊，领台湾民政府的，对不对？那么，咱知影讲领到台湾民政府的，是领到人民的嘛，对不对？啊，所以人民，咱敢会使像中华民国安尼，敢当做奴隶？讲气你得啦吼，咱会使甲讲气你得啦。摕咱的钱，搁敢欺负安尼，该丢。啊，这种的半暝来叫伊走啊吼。但是咱拢无叫伊走哦，因拢家己要走。在选举是毋是因要终止统一？一个讲要统，一个讲唔统，你知无吼？咱敢有甲管？因家己马英九因老爸都甲交代讲要终止统一啊嘛。那么终止统一了后，搁安那？因搁去签 A 股法，签 A 股法，拄啊咱秘书长头壳足好，拄啊个性讲，啊刷落去因签迄 A 股法，讲因会搁发呢吼，啊因会发，因会发，咱都未发啊，你知无？因为因啊五鬼搬运证迄阵啊会搁发，到即马搬偌济出去啊呢，吼，所以因会搁发，咱是未搁发，啊唔过美国啊组安尼组织嘞。条件改取消，因为美国当时和因伫遮做党理管理当局，是因为要反共啦。啊，伊即马亲共会使无？哈？哦，会使转去啦，但是就是爱和伊转去啊啦。要和伊反共，伊在遮咧亲共呢，啊，就叫他回家啦，对不？啊，咱即卖咧美国伊个法律的手续要安怎办？主要把管理当局的民主改为台湾民政府就 OK， 安尼好不？就这么简单，法理就这么简单。
咱免阁甲美国讨价安尼，因为所有被摧毁的国家，拢总六个月内底爱成立台湾民政府，只有咱哦七十当才咧成立，因为过去咱拢唔知。啊，日本阁较爽，因讲放弃的什么都没有，吼、哦，因阁较爽。啊，放弃是管理权没有尔，土地宽征也无过名吼，啥物人伊嘛认为都没有，所以吼、哦。专专爽的，所以都互因扣掉安尼啦吼。啊，所以咱即马袂使阁爽落去啊吼。啊，即马来，咱就是讲，即种咱即马的先行者，拢是有冒险的精神。是安那号做冒险？像我即马甲答案拢都报告完毕啊，就较无冒险啊。啊，当时阮八年前，敢那讲台湾用法律吼来甲告美国吼，一定会赢。大家就讲，底下倾钱要来过啊吼，迄就是有冒险精神啊。唔知过赢未赢，就甲过落去啊。但是大家拢很有把握。秘书长的华丽战争法、国际法绝对是正确，而且全世界第一招呢。全世界第一招哦。即摆还佫有十七个国家跟咱同款的情形。如果呢，咱那是。依照法律把台湾咱的地位正常化以后，为什么秘书长要叫处处讲加建设加安尼啊？全世界拢会来拜秘书长为师啦，安尼有理无？所以呢，这法律吼是非常深，所有呢包括国家的法律啊，他们看英文都看错嘛，对不？我去往往台湾来往台湾，就是也解释错了嘛。啊，放弃的英文也是不一样啊。放弃不能收回来，还是可以收回来。英文都一个日本国遐大国，个英语佫看无。哎、啊，我好佮在，我会用看日语尔，日语英语我嘛看无。啊，人因是一个国家呢，佫看无。所以讲，这嘛是足奇妙的。秘书长他有。比人高人一等，而且很坚持哦。吼，骂甲臭头鸡啊啦，比我吼骂较济啦。吼，所以讲吼，安尼人伊嘛坚持到底。伊若敢若讲要食三顿，足简单，伊的兄弟拢骨若用呢，对无？啊，咱的夫人人嘛，无讲咧欠三顿，啊，那会何必就讲两个翁仔某夫甲半暝拢无咧困，对唔对？所以讲，咱爱比因较认真。人因都无休困啊，咱要安怎休困？所以讲，即马是安尼啊，爬到上山顶啊，安尼脚阁滑一个过，我们就成功了嘛，吼！所以一定爱认真呐，要有良好沟通与解决问题的技巧。你若做一个主管，你若袂晓沟通吼，啊，逐天讲话拢含你的部下冤家，安尼有效无？啊，两三天人就叫你走路啊，对唔对？人就联合起来把你创啊嘛，对不对？所以做主管呢，要有沟通与解决问题的技巧啦，这足重要的。而且，咱的嘴巴就是代表你一个人格，你讲什么话代表你这个人的身份，是不是安尼？你那是拢逐天讲三字经，人就讲你是迄级的嘛，吼。啊，你那是逐天工作高尚的人，什么？哎，这个人真正吼、哦，很值得尊敬。所以讲，咱每一个人，尤其像我伫开刀房的吼，啊，逐天辛苦看每一个人嘛同款，啊，无同款的伫底外表，尤其是你的嘴巴所讲的话，代表你个人好歹代表个人，所以你主管讲话。代表你一个身份，人会该尊重无？一定要有非常好的、良好的这个解决方法。解决方法就是讲话的技巧。咱袂使讲话讲好死，还是讲足歹听，所以安尼会乎咱的头脑无去。那培养一批负责而且有担当、能干且能支援你的人。即马开始，咱每一个拢主管。你爱有你的左右手，吼、哦！
啊，唔是左右手尔，咱爱搁有左右脚，安尼搁如何？对不对？所以讲，你是安那回去爱招亲朋好友，那有比你较能干的搁如何？叫来甲你照顾，叫伊来甲你教，叫伊来带领你，咱一定爱有心胸要宽阔。卖讲啊，我升级啊，我都比你较大，我袂使叫到比我较牛的人。啊，我即位都去哦，抢抢去啊！卖安尼想，咱若有量就有福，对不对？所以我叫的吼，像后壁迄种比我较牛，吼、哦，迄我朋友介绍的，迄后摆啊吼来哦，我拢甲讲安那，后摆啊吼爱甲我照顾呢，啊，互人照顾是毋是较凉？还是咱去照顾人，你要做人的囝，要做人的老爸。啊，台湾人足奇怪，人啊比伊较牛，拢袂使，对不对？拢见不得人家好，对不对？哇，足惨的呢！啊，佫足敖搭来搭去吼，迄是中国人呐、啊。咱即马要做日本人嘛，对不对？咱爱学日本的习惯呐。日本人足合好的呢。吼、哦，我伫日本来来回回40年吼、哦，我。足钦佩着因嘞，所以因嘞基础教育非常好，家庭教育足好。所以阮遮常开会讲，讲师的开会，我讲到教育吼，啊，有一点点啊，人甲我误解讲，教育一定是学校哈。我也毋是学校的老师，但是我教囡仔，我敢甲恁保证足牛的。阮的囝拢安尼毕业，我讲啊，你要给我饲几年？妈妈，免。第一个领的薪水全部拨到你的户头来，我无骗你，我的早囝40岁啊吼，啊那的入门，亲戚嘞，到去做工课，要走啊，因翁徛在边啊，伊嘛爱搞我亲戚再使走，安尼有好无？人讲肌肤之亲嘛，啊你话吼，囡仔大汉啊，徛远远吼，因为我以前吼，我拢定讲这方做参考。为什么会让我教育小孩子不同？在日本学习很多，我跟收入做伙大汉的，好，我伫天主教的病院上班，在开刀房。收入若看到你吼，心腹拢改摸一下，笑笑的。啊，这种我感觉讲，哎呦，看咱台湾人足以为微笑的对不？啊，拢唔敢安尼，啊，所以很失言。我有一天回去，阮阿姆中风。一四五个查囡拢徛喺门床的边啊，远远。啊，若有手，围摸脚，啊，娘，你有较好无？安尼，我想讲，啊，恁是惊夹着哟，拢也无人去甲摸一下，安尼感觉非常空虚吼。啊，我着爬起哩门床顶，以前迄种会跌米啊的嘛，我爬起哩吼，啊，着一四个安尼为头家掠甲尾安尼吼，我哪唔安尼念甲四讲，甲阮妈妈讲吼，吼、哦、你生这查囡吼。有够友好，友好你哥，友好阿姆呢？啊，我就感觉讲啊，这个足好的代志，咱一定爱传落，对不对？阿伯啊，咱若老啊吼，啊囡仔像咱咧行，咱拢像行鬼安尼，你敢袂？对不对？吼、哦、啊，所以你要培养那种亲情呐、啊，迄、那个亲情，那不管是摸来摸去，就足亲的啦，绝对有效果。啊，所以讲话嘛是。你袂使讲话吼，囡仔一听就要走啊呢，吼、哦！咱赶快，你的家庭教育如果好，我包括在医的方面，咱就是讲吼、哦，要有胎教。你那一家人吼、哦、非常和乐，你那是要借助恁的子孙的东西呀，就要增产报国，然后恁是要有。出世一个好子孙，啊！恁的子孙有要中状元，请恁全家爱合作。咱对咱要生产这个新妇，咱这个女人要很好，卖乎伊的细胞内底吼很多啊，很多毒素啦，啊，很多毒素吼、哦、生出来，囡仔歹尤其个吼、哦、四肢各种方面器官拢会残缺。那是真的哦，您那是讲要借做一个金的金孙出来吼，啊，大家瓜卖吵吵念，啊，卖对新妇无好，安尼才有可能。啊，翁嘛是爱作秀，
你那时候，迄女孩子心里有恨，爱是嗲愤怒，那个小孩子阿爸也足歹的。迄那伫讲伫街啊路，拢咧夹迄偏偏的吼，都是大部分那种家庭出来。吼、哦，伊伫腹肚底就受足济冤啊嘛。尤其吼、哦，我有一天听到一个师父讲啊，为什么咱前世的代事拢袂记起？您敢知为公吃孟婆汤嘛齁，那孟婆汤是什么？就是妈妈的羊水啦。羊水是怎样你会吃到？妈妈若是激动受气，在万分的时候，小孩子嘴巴会张开，他会喝羊水，就把前世的事情全部忘掉光光。你若是妈妈怀孕之前开始要准备怀孕，你的心情非常愉快，每天听音乐，啊，逐天红笑咩咩，大家官笑咩咩，拢无人予伊烦恼，伊也家己卖有啥物激动。那个小孩生出来，他知道前世他是谁，我不骗你，我有经验。你要信无？有没有听过？哦，我听佛法听了二十几年，才知道孟婆汤是什么。吼、哦，所以讲呢。咱每一个人的基因，为怀孕开始到大汉起来，到生落去，一向都在影响。因为阮有试过电力治疗啊，电力治疗隔空就可以治疗，因为电力投射，安尼投射到你身上，无论多远，迄、那个能量都会到达你那边。你每天哦，种两盆花，这盆花一直加鹅肉，这盆花每天给它买，绝对不一样。我有试过，看恁的功力有够无？我试过，啊，伫高雄吼、哦，阮的老师讲，你去高医试迄安宁病房诶，试看卖啊，看你功力有够无？啊，我啊安宁病房高医无要放入嘛，我就走去文祥医院。那么文祥医院护士长讲好，一号的互你试，我等下。去一个老拜老师讲，下一礼拜就来交差。我想讲，嘿，我功力无遐好，两礼拜才来，两礼拜才给报告，我才去看迄个病人。啊，去吼拄好迄四地层嘛，啊，有一个大寮的屋里上底下咧食饭。伊讲啊，你伊的家属哦，我讲唔是，我嘛袂用讲啥，我讲我慈济功德会的，我要来给看一下安尼啦。伊讲哦，我叫是家属的，你要搭带转的。这个讲伫遮多三年啊，我当然我知影多三年嘛，车祸的嘛，破脑的嘛，啊，讲即几工拢起来坐几半点钟呢，我夭寿啊，啊，我开遮熬，惊一条呢，所以我们的念力，你的想法思想绝对影响你一生，一生的前途跟你的身体，所以讲为什么有癌症啊？癌为什么不收病啊？癌不是病呢，癌是说一个症，那么那个症状是起在哪里？你的心念，你的压力产生的时候，你把你的营养全部耗光，啊、耗光你的细胞里面不够营养，变做不吃孩子，对不对？不吃孩子就会黑白，黑白讲话了嘛，黑白讨钱，黑白骗嘛，就是他打给你大脑上的这个信号都是假的，未准啦。啊，遮唔免补啊，伊壳壳补啊，同爱阁加生一块肉嘛。啊，遮该补的落一空啊，伊无要补嘛。啊，所以身体就变迷迷麻麻，是一个症状。那么要安怎？癌症我救有够低啊，我会使讲我针对癌症干细胞我有专精，因为呐，你癌症就是你酸性。所以你爱以怨阳怨碱，你吃碱性的啊，空气是氧气，心情你把它放松啊，都上歹也无，你要安怎吼？上歹嘛安尼尔，你全部把它放空，就会好起来。啊，应用食哦，足多，因为你有压力的时阵，像个车咧靠北抓，你油高无高？你油加加高高，啊，就好啊嘛。所以迄唔免食油啊。古早讲安怎，真病无药医，对唔对？
是安那真病无药医，啊人讲真药是咧医假病啦。所以这大家拢有听过，不过拢无人知影意思。我伫电视台做健康节目，我专门讲这个啦。因为假病是啥？假病不是你身躯发生的，是外来的侵犯，细菌、病毒加上发炎，就是撞伤啊、跌伤啊，迄种的发炎、细菌、病毒叫假病，迄不是你身躯家发生的。药啊是专门吃这种啦。啊，咱即马安那健保局非常乱来吼，他。伊补助是疾病医学尔，无补助健康医学。但是咱八成以上拢是健康医学的事。那么伫欧美，你爱疾病医学读了，才会当读健康医学和这自然医学。你爱迄号做整体医学，真病呢是那无有益。你爱靠营养来调理，靠物理治疗，靠打通穴道。任督两脉、十四经络，把你的脊椎调好，每一节脊椎拢有关着你每一个器官。如果若关了有好势，所以讲哦，咱人比做车，你茫讲逐工来加油就会好，食药啊，就是伫加油啦。你车歹去啊，莫打你歹去啊，你敢若去加油就会好，那个胡说八道。所以你会用修理冷气无？你会用修理电机无？你会用修理摩托无？你这台车会用喷擦？你会用钣金无？要全部要都知道。所以唔是一学医学就会当包容一切。我以前读中医的时候，我呢老师搁较嚣张，敢那一项针灸啦，伊讲会当治全部啊！我讲骗人遐济，尾啊我搁读足济了，我正讲。啊，迄拢胡说八道！一个针灸倒去呾，哎，骨啦吼歪去跌着你，有法度甲针甲总爱歪过无？啊，你欠营养啊，甲针落啊，营养来，哎，凭空掉下来无？所以吼，咱因为咱是文武百官，后摆吼身体爱顾用啊，所以我讲到这边，希望大家吼都要注重身体啊，算卖乱开刀、乱食药啊，拢唔对，迄拢唔对。所以呢，咱就是把身体讲好，啊，把咱该做的代志做好好，哦，那个是题外，啊，不过对咱足重要。要有充沛的精力和进取心，你要有充沛身体，爱好才有充沛嘛。啊，你逐工伫遐的啊，病恹恹的啊，若无逐工凊彩吹一个风就感冒啊，吼，啊，要安怎有充沛的精力，吼，啊，所以讲。诶，改掉坏习惯，养成好习惯。咱较早，咱也是讲哦，啊，咱都困到拢中昼才起来吼。后摆啊，你上班中昼才去，有人要请无？吼、哦，所以坏习惯，半暝、规暝拢做夜猫子，明仔载去上班会拄久无？所以咱都卖有迄个坏习惯，包括乌白讲、细细念，还是讲话足歹听，迄种坏习惯啦，足济啦吼。啊那。生活起居全部要注意到哈，来进一步认识有意义和无意的界限问题。为即马去，咱的时间足宝贵哦，哦，所以有意义的工课是啥？对你后摆有帮助的工课，尽量去做。无需要的工课，干要拿目安尼一堆，安尼你会把自己累死掉。所以即马开始你。要准备做官，你都爱把无必要的工课拢全部辞掉吼。像我吼，来民政府五个月，我的还债走甲无半个，是安怎？来阮兜，逐工人拢咧找国民党，啊，我的还债吼，听了烦啊，有啊，惊甲吼，惊我甲叫入来嘛有，啊，所以五个月都无半个啊。啊，我拄啊好讲，我无时间，吼，这较重要，你对无？因为我伫困的中间吼，我想足久，我才知影讲，我这唔知对看到的，良医医人，良将医国，啊，这个国着癌症啊，敢唔免医？爱对唔对？啊，所以要医人吼，想办啊啦，我着爱来医国较紧嘛吼，啊，这个国呐好起来时，照顾百姓，大家拢足好过。
啊，安尼的时阵，是毋是比咧伊人较好？大家呐，破病人，我来讲，我即马一个拢甲等100万、100万，好，含严重的嘛，爬起来用走的啊，对唔对？啊，这伊爸上好上好用的，就是来伊国家，互伊富有，咱国家福利好，每一个拢互伊足好生活，啊，比你摕药后食较好用嘛，对唔对？哦，所以我即马后摆啊，我啊顶工迄20亿个，我都标无到啊。我标到一个吼，拢甲癌症个拢甲等100万来做实验，等10个吼，才1000万尔吼。我相信10个拢总好，你要信无？所以咱救国家有重要无？哦，是卖搁在做啥物医生？唔是医生啊啦，歹医啦，无钱歹医啦。大家拢无钱，你家医嘛袂好，伊当个拢在烦恼，伫啊咧流目屎啊，吼、哦、啊！所以咱先爱护这个国家好起来，咱是即马袂当做国家，爱做政府尔，因为咱比肩尔嘛，吼、哦、啊！所以来，哎，承认错误，咱足济人拢袂承认错误，包括我在内，你也甲我讲我足济唔对，我嘛会甘你济，对不对？因为咱拢。认为哎、欸，我都无唔对啊，我要解释嘛，所以很难哦，认错很难呢，对不对？但是我们要尽量爱功利啦，卖讲安尼硬凹安尼吼，硬凹就没有人会服从你啊。但是我嘛该搞该说啊，吼，我该说啊，强者懂得如何控制自己，掌握最佳的时机，做出。这个罪唔对起啊哈，这个罪写唔对了哈。正确的判断，咱吼就是讲，咱唔是弱者，咱家要做主管的拢是强者。咱一定爱控制家己，唔好你早暗吼门市办搭袂好势，明仔载把这个情绪带到办公室去啊，对不对？吼，所以讲一定爱控制家己。啊，找到最好的、最佳的时机哈，最会怕，因为一天咱拿去上班，咱一天去观人，每一个时刻你要做出最好的、正确的判断。如果你的部下跟你讲安怎，你袂使凊彩应应的，一个决策不对，整个都可以垮下来哈，绝对唔对。一个唔对，你就全盘拢唔对。所以咱做主管一定头壳爱清楚，爱睏啊八面，啊袂使情绪化。哎，接触能够激励别人的人，哦，就是讲像，卖讲比上啊，比我一讲干么拢讲鼓励嘛，啊拢一直讲好话嘛。啊，迄种人你听者啊，你会进步啊，你会。亲朋好友一定有迄、那个，逐天拢甲你唱口调啊，迄有无？那个尽量要避免呐、啊，迄吼、哦、影响你的思考，而且会让你很悲观呐、啊。我有一个同学吼、哦，啊讲伊个朋友吼、哦、失恋要自杀，啊讲招伊去乌山头水库，讲伊也含人跳落呢。啊，伊也无失恋，啊伊也含人跳落，毋知跳什么意思？所以讲，迄就是受人家影响。咱吼脑袋里面吼，比如讲修行人，为什么伊要念经？伊就是要清净，不要有杂音。咱的头壳袂使每天都接收到负面的啦，负面的会影响到我们的细胞，甚至自己的心情，你都去会走错路。所以讲，咱即马去，咱的时间足济足短，咱就要接近。咱嘛是要做一个好官，从现在开始，我们都要注意这种事情，都一定接近有好的知识的人，会甲你鼓励的人，啊，比咱较敖的人，啊，你唔好，我以前一个朋友吼，我从日本刚回来的时候，拄到一个朋友，跟我讲说过咧，伊讲郭姐，我带你来吼，熟悉足侪好嘢人。我讲唔啦，我以前拢啊好野人，我拢无爱看伊，我拢逐工看歹野人做伙，我拢互因诉苦，我拢当作焚化炉吼，互因倒垃圾啊，我帮他们解决事情。讲，哎呦，你唔通遐戆啦，
安尼你后摆啊晦气很多，你愈来哦愈散咯。我讲，啊，安尼这种人靠遐现实的咧，我听了吼足讨厌的，你知无？即摆吼，我去搁再读一课了吼，我讲，哟，啊有影伊讲的对呢，人伊逐工拢去找好业人吼，拢去找奸商吼，拢好业人吼。伊哦，一个人安尼来砍土地吼，砍四五担呢，赚六七千万呢。伊讲哦，我哦听好业人的话，好业人就是头壳无同，因逐天足快乐，拢讲迄个快乐的话我听吼，我的能量越来越增加。哎、欸，我想哎，安、欸、尼有影呢，吼、哦，安尼嘛有影呢。啊，阮兜的所在吼，啊有钱的来医钱，啊无来无钱的来医无钱吼。欸、啊，我愈来少，真正愈无钱，吼吼，真正有影响哦。因为无钱的吼，也袂甲你招，你嘛会甲伊报喜嘛，对不对？啊，就咱要一直吸血，一直吸血啊。啊，所以咱即马爱找一个敢支援的嘛，就是政府才有资金来支援来救遮嘛。靠咱家己的力量无偌济人，对不对？所以有限吼，咱的能力有限，咱即马来讲。远离爱牢骚的人，就是每天唱靠调啊，每天叨东叨西讲一堆给你听。咱倒是安尼，有限是没有关系。咱卖讲现实，甲讲啊，朋友有痛苦敢讲，咱拢唔敢听，嘛袂使安尼啦吼。是讲吼，讲搁再讲，搁再讲，搁再讲，每天都是唱靠调给你听吼，一定会影响到你的情绪的吼。所以讲，这种的吼。消极的人，我们就是暂时有时候要避开。咱大家当有提出足济的这个时间来做工课，所以讲呢，迄足重要。啊，咱若是讲吼，要改变思想就能改变人生，这你要相信无？因为安怎，咱的思想啊，会控制咱的行为，咱的行为做出来的。人讲有因就有果嘛，所以讲咱的命呢，命啦，讲操控人的手上，迄是确实。因为你如果若改变你的想法，你就改变你的行为；你改变你的行为，你就改变你的命运。所以话讲啊啦，要改命运哦，去烧足济金纸，我甲你讲，迄无效。哦，我讲足济都爱来拜神才有效，拜家己。哦，佛陀讲唯我独尊，我是每一个人的我，不是他。每一个人就是我，我若家己遵守这代志，我就可以达到愿望。哦，所以讲唔是你看伊食饭你会饱，你爱家己食你才会饱嘛。对不对？很多人说，啊，我来饱，啊，我也爱吃，啊，不然你只看他吃就会饱。你没有做到那边，你就没有办法相应，你就无法度得到那种的程度。所以呢，咱一定要改变咱的人生，为什么去？咱每一个人都是要来做民政府的政务官，咱绝对要先改变，改变自己。啊，咱要乐观态度对待这个人心来、啊、有莫大的帮助，绝对爱乐观。咱当个忙听听来讲，哦，恁个诈骗集团又个开始烦恼啊，讲，哎呦，啊，我唔知会红掠去无？吼，我跟你讲吼，阮家吼，甲差国计嘞，到今啊，我搁徛伫遮，敢有红掠去？四当啊呢，四当五十个月啦，咱遮嘛是嘛，一月份刚好五年啦，吼。那么警察呢，嘛无甲掠去。前边我嘛知影讲有迄调查局的来阮兜哦，讲是吗？干阿恁安尼尔？迄阵啊，阿英啊要选举进前呢，伊就来阮兜。迄啥物档拢无效啊啦，恁这安尼啊？讲你才会知，我哪唔知？我拄啊走去做营，甲遐海军食饭尔。美国的海军啊，为乌基那话入来，因只去食饭尔。所以讲，中华民国呢是非常非常的厉害啊！
咱家若要变较厉害，咱后摆啊很多事情要解决，咱无法度对付人，是安怎？伊要甲即个新闻局取消以前，先甲该用一个 NCC 啊来控制电视台、控制媒体啊。所以即卖呢，咱每一个人伫社会。要相信这个政府，拢看电视尔，对不对？啊，咱即摆电视，甲每一个人洗脑洗甲清气溜溜嘞，拢讲我是台湾人，也是什么人啊？所以讲迄胡说八道，人嘛是讲甲足顺。因执政七十年哦，非常的内行啦。啊，咱家吼，对啦。佮加一个一只吧，吼，嘛有人会安尼啦。所以呢，咱即马是他是不敢动我们，唔过伊用两个啊，咱嘛是爱有足济个头壳来甲只善后来处理，因为安怎足济个代志咱爱去处理，像迄你讲话怎？这个帅哥有甲我讲银行的代志，迄拢搬了了啊！你敢知？你邮政资金、劳动资金啊、金融资金拢搬了了啊！啊，迄要为对去，你敢？咱卖想遐济。有一天，你若讲有甲因革职掉，继续在吸金呐吼，继续在试会，这个机会呐。该断灯了后，我们重新再起。咱较认真呢，咱就有足济嘛。哦，因为是安那，开大家即马拢要坐钓鱼台，钓鱼台咧过去美国吼，伊个卫星会当照到4000公尺，要阁照无到。即马几年前会当照到海底4000公尺啊，6000公尺，6000。海里啦，吼！所以呢，伊就照到石油比中东较济。那么足好运的啊，咱台湾吼，这块岛是战略最好的地势啊，吼！吼，我伫战略学会30几年，这个是空军、海军啊主要的基地，亚洲控制整个东南亚。那么这个优势以外呢？现在多好运呢，一个油膏啊，为这个钓鱼台烫来到关店啊，关店吼，石油吼，咱唔免阁走去钓鱼台遐讲，问天皇讲，阿祖啊，阿公啊，阮要来抽一挂会使无？阁唔免，伫咱家会门床卡，有好无？咱啊执政了后吼，讲啊，阮都互你敢开采，啊，即马已经有3坑啊呢。我有熟悉一个美浓的大哥，姓庄嘛，伊讲因的堂兄弟啊买油田哦，买6亿呢。啊，当时都准备人要开采啊，伊较紧去冒冒的，结果去予美国甲封起来。那我们后摆咱要抽油足简单的啊，抽的咱拢来洗身躯，比水比较俗啦，对不对？哦，真正的哦，啊，唔是台湾，干那安尼尔呢？过即个咱的周边啊，咱的即个岛的四边啊，日本即个号做美国号做游乐园，咱唔是，咱号做可兰滨呐。可兰滨就安尼一地，那干落果子啊，啊挖起来吼，那像冰啊，唔过点火就倒在倒，嘿吼。日本有够巧的，伊挖到迄了啊吼，伊去借做迄个麦菌啦，麦菌哦做毒虫啦吼，麦菌吼，即摆佫甲迄废料佫藏落，日本的挖起来用100吨，咱台湾的用27吨，即摆重复使用，咱的石油拢会当卖人呢，安尼有趁钱无？所以即摆咱当个吼，讲咱即摆连地都好个啊，大家半暝啊拢起来笑笑的，好唔好？免阁烦恼迄钱的代志啦。啊，秘书长加支票开遐大张，敢无影吗？
读书免费，健保免费，不是直接前就开始哦，咱爱完全执政，因为安怎，咱要无缝接轨啊，不是像选举安尼一边拢总甲接起来呢，咱是安怎，一行一行接嘛。咱总理府都有在讨论讲，我看哦，咱要来改接海关较好，爱要接内政部较好，咱拢在研究这话讲。哦，钱上好，咱来接迄个财政部上好。我讲钱袂食咧，钱咱足济啦，对不对？咱藏伫仓库尔嘛。爱安怎呢？我讲吼，把迄有刀有枪的迄先控制起来再讲。有权力就有钱，对不对？啊，警察是咱的民兵呢，警察哪拢互咱管，人民就心服口服啊，对不对？所以吼，内政部，我讲内政部咱大省，内政部管调查局，佮管警察总局，所有的警察拢咱管，遐牙签的拢互咱管。安尼，人会惊啦无？人都袂讲无信任啊嘛。啊，你敢那财政部有钱要创啥？人穿牙来甲伊讲退出啊，你着佮好伊啊。无啥物路用啦，我着捌予人安尼压来讲退出啦，你着退出啦。所以吼、有钱个上用啦。啊，咱若无管调查局无关系吼，软卡下敢那有钱嘛无效，人还佫会继续甲你剥削。所以吼、我讲内政部民兵我们先管吼、牙签个退来要做啥拢嘛会当嘛，对不对？吼、所以讲咱是一步一步接。即马接甲全部好势啊，那么咱秘书长开的支部会一一的兑现哦。所以讲，咱即马转去讲讲新闻前，我拄只咱台中做诶，我有伫遐开会，有听到，其余的做的没有人去讲，所以我顺便伫遮有时间甲大家人讲，咱即马要讲新闻前，有人足够叫人诶无？举一下手诶。有无？叫哦，会晓叫无？叫了啊，足好叫无？啊，拢安怎叫？嘿，招人来办身份证，甲招来上课，有足好招无？功力无够啊！啊，我把我的武功秘籍给你，好无？好，武功秘籍给你，你等下随叫规摊，叫规官。安尼好唔好？咱讲实在的啦吼，我以前拢有印单予人，因为你要讲讲，人离不了利益，对唔对？有利益伊要来无？有好处要来无？那就成了，就简单。办机票1000块，对唔对？50000人内底，第一条哦，50000人内底办秘书长讲，后摆啊，咱完全执政要行人5000。安尼赚几倍呢？我讲来，安尼我的朋友叫过，我拢要来出。4000我赚的，我叫100个，我赚一间小套房。伊讲，哎呦，袂使啦，你袂使安尼子啦。我每一个朋友拢讲，你要出钱无？我甲你出。啊，后摆啊，这福利我的，你袂无？伊要家出啊啦，拢嘛无人要我出。这你爱讲个清楚。佮再来办这个身份证、养老金。800块美金对吧？咱先依照美国800块美金，你要领无？那袂开1000块，啊唔，我甲你开给我领，啊无分一半给你。你凊彩加哈，伊就讲伊要办啊，对不对？啊，唔是安尼尔。你那是小孩子，伊去助学贷款免还，咱台湾民政府后摆啊替伊行，哦，所以即卖那得行的吼。稍微拖较慢咧，做兵的嘛，迄阵啊，阮讲讲卖拖较慢咧。办这张身份证，有咱83年厝的，提起要讲，我伫日本的台湾人，我啊唔是恁中华民国人，我是要安那甲恁做兵，无甲叫。搁再来，咱养老金以外，咱搁会当办一张旅行证件对无？无身份证就袂当办旅行证件啊。194个国家免签证，安尼赚有济无？
你若要去美国摕绿卡，爱开偌济，爱过美国走几转，足忝的对唔？伫遮足简单，安尼一千块都 OK 安尼。这拢利益哦，一定爱甲讲个详细。讲到安尼，唔免讲一半，人都要办啊，对唔对？啊，那是要来上课的咧，拢少年啊较济嘛，对唔对？那老伙仔，你甲讲安那？你要领八百的，要领一千千二的，大家嘛要领一千千二，对唔对？那老伙仔要领千二一千的，来上课。上课了后，你无爱上班，会当领较济嘛？领无来上课的人较济嘛？安尼会来无？过来，少年啊，讲啊，啊，人办身份证，咱马上领养老金。啊，你领袂到要啊？你有要金啊？要随领无？有吼，少年啊，有要领，来上课，马上领薪水，金啊薪水好几倍嘛，对不对？啊，你若领了无爱上班，用像个下退安尼嘛，每个月养老金嘛，合理嘛，对不对？啊，少年啊，马上要领养老金来上课。老伙仔要领较济，赶快来上课。安尼会来无？你认为我讲安尼会通的人举手？会通无？啊，当会用讲无？啊，袂用讲拍电话话，我甲伊讲，用一块拍电话话吼，我甲因讲吼，讲袂听叫来遮吼，找我啦。哦，要电话啊？你凊彩拍妇女会以前妇女会广告纸内底拢有啦，吼。那不会搞我提名片，无要紧哦。讲袂听，拢叫来我讲啦吼。所以讲，这足重要。所以讲，伊讲你会学白讲无？绝对袂，因为安那，我拢讲讲安那，洪仲秋死去，大家拢知嘛，报纸嘛。啊，是安那卡军事法庭停掉，啊有遐简单死一个台湾兵啊，就该停掉，啊军监也关掉，啊你即马像阿扁啊，拢放放出来，对不对？因敢有遐好死？哦，讲个话，因个啥物讲江文化、江宜化哈，讲伊个话，他们选举失败哈，负责有遐好死个吼？啊，我问恁哦，国民党有遐好康个人哦？总统选输就搁要验票，就搁要葛兰大道闹一几个月，对不对？哦，党产无总好，伊个无爱咧。那有迄个讲选一个市长，因就要下台的负责任，迄就是美国的力量啦。所以咱爱仰看报纸，爱知影官现在的现象，是美国伊做到啥物程度。咱若上课当下都拢会向看，所以讲吼，这个是题外话，不过对你们很重要，对不对？好、哦，所以讲咱阁继续来。增进良好的人际关系，但人际关系像讲咱来上课，尽量大家认识你这个，每一个人尊重无同，所以讲吼，所有的人你该聚集起来一个团队，各项都有，有水电的，有土水的，什么，各项都有啦。啊，各项有，你后摆啊对一项未晓，你就去请教迄个，而且我们团队。后摆啊，也许调同一个组织，大家会当互相支援啊。所以讲来吼，唔好惊歹势，讲啊，含隔壁唔敢相照问。吼、哦，我以前吼面底皮是外薄咧，我若看到人面拢红光光，我即马一直练到这吼，枪支拢拍袂过。吼，看到人我就讲笑笑，讲打招呼问讲你对来的吼，啊，拢袂歹势。啊，是讲袂歹，洗面嘛，小我红红啦，吼，吼，啊，尽量训练自己，吼，大方一点啦，卖讲安尼轮轮安尼啦，吼，啊，较大方的啦，较大方的，咱就会当加熟悉足侪人，啊，对不对？对，大哥对哈，哈，啊，所以来，用人啊，哈，用人之道在于知人善用，所以讲足重要，你若是做。主管的是你不能用人都保死的，很严重的。我们这个 每一个人都有一个习惯，都要用说这我自己的人，对不对？这我孙，这我朋友，这我什么菜粿
筋骨肉豆丁堪堪的拢讲，这拢阮家己的，对不对？安尼敢对？我们一定要用人才，有心上亲，迄是我伫社会几啊十冬的经验。你对我一种的尊敬甲钦服，迄种心上亲。啊，那无你家坚持什么血肉之亲啊？即马教育甲安那亲姊妹啊都无亲啊，对不对？朋友为比亲姊妹较亲呢，所以呢，你要用人才，绝对不要用奴才。奴才是安怎？逐工嗲甲伊拍马拍呀，甲你恶落啊，甲你剥落嗦嗦啊。但是迄有好用无？后摆啊，你被他连累。拖垮掉哦！伊做唔对代志，你带入的人那是做无好，你要负责，是不是安尼？你为了感情用事，讲去用唔对人呢？你家己落头呢？所以讲，一定咱只说理不说情。一般咱的交往是要用情，不是只有理。但是你那是用人。绝对不要感情用事。很多人说、用我们自己什么人用什么人，了后都被他拖累掉，是不是这样？你的人给别人去用比较好用，你用别人的人也比较好用。人说自己的孩子要给别人教嘛，这样教会会嘛、孩子就目睭很大条说、我这每天看我对我爸爸我妈妈讲我会使免听嘛，啊那去讲哦，老师呢？啊老师讲的伊都听噶嘛吼，啊，逐天咧记爸爸妈妈哦，记较闲啊吼，袂听。即摆佫大汉佫交着朋友，就讲阮朋友呢，对不对？我迄朋友讲的拢对啊，啊即摆佫较大汉去食头路，讲安那，阮的党诶嘛。我当时定我领钱爱找伊啊，啊，我当来讲会上到，会用妈妈爸爸袂晓钱，又要听你个无？吼、哦，所以讲呢，每一个人，你若是讲真正用到恁家己个人，爱比你较敖，啊，比你较聪明，佮比你度量较大，啊，无你用家己个人绝对失败。安尼要相信无？吼、哦，所以用人吼、哦、要。知人善用，你要怎么知人，一定要跟他好好相处，跟他接触啦。啊，咱人啊，为人讲讲三句话，就看到伊的巴肚肠啊入去。啊，咱功力若无遐悬吼，咱加讲几遍也无要紧啦。吼，会当了解每一个人从小小的地方开始。尤其我试过足济啦，迄朋友吼、吃喝玩乐吼。一天好送你足侪物件，讲到钱吼，200块尔，面都安尼会膨起来呢，吼、哦。所以讲到利益，就可以看出那个人的修养跟他的心性在哪里。无可能讲讲到利益个足少个啊，迄种个足少个，那有就是你可以跟他相处不错了。所以讲吼，咱一定。爱用到对的人，用唔对的人你就垮掉。吼、哦，来，咱就讲管理别人，首先要先克制自己，要管理自己。你每讲讲一句话，讲你这安尼袂使。很多人所有的我伫看的人，拢会甲你直接讲，你做安尼袂使。伊敢若有意见讲袂使，他有没有教你方法？你做一个主管。如果你要有效率，你讲讲袂使，你一定爱甲教出方法，你的方法比他好，才能够指责他说你这样不行。安尼有理无？啊，足济迄大官拢大甲袂穿蚊打一个呀，有无吼？咱个台湾官啊，袂足足碰开吼，足霸权个，该坐点着。尤其中国官嘛是安尼嘛，伊。做我工嫌嘛，啊！不过你甲问讲，啊，无我要安怎较好？你都甲做好都，他有没有教你方法？嘿，安尼无民主嘛，唔是
有智慧的主管啦。所以你若要讲你这项唔对，你一定爱甲教讲，对这项就是对。咱包括囡仔嘛，同款，唔好安尼莫名其妙乌白骂囡仔，啊，你无甲教讲，伊是对答唔对，还是安怎才对？所以阮的囡仔，我拢无咧讲，我唔爱咧拍囡仔。我的囡仔拢我咧甲讲，你这安尼唔对。我若讲妈妈不爱你了，吼，伊就开始流目屎啊，佮讲挨顶。啊，阮细汉啊，较皮吼，那手要夹啥物件，会安尼脱一个，安尼，安尼甲脱一个，唔捌讲夹物件，讲过囡仔。阮的囡仔，阮若讲啊，你要乖便所，哦，伊就开始哭啊咧，啊，讲无爱你，就足大条个安尼。啊，细汉个哦，较皮咧。入去吼，带便所洗手，带遐耍水唱歌呢。吼，迄个袂烦恼，但是伊嘛知影讲，入去遐就是妈妈在生气的，对嘛？吼，所以讲你要知道，告诉他你是对的，唔对，爱改纠正，不要老是吼讲哦，我是老大呢，你都甲做对就对啊，啊你无讲，无方人方法，迄种的主管哦，人袂幸福啦。所以讲。咱从家庭也好，还是咱即马做主管嘛是好，所以讲不要浪费人才，不会任何。拄下咱是讲爱惜人才，对不对？即马呢，足侪人做官都嫌来嫌去，这个也唔好，迄个也唔好，迄个唔好，敢那剩伊家己是好，伊该做何事啊？好，伊该做何事得啊？但是不成呢，所以有即阵咱的。一寡主管嘛是会安尼，我一直叫伊啊，你一直嫌都叫无够伊死掉咧，敢毋是安尼？所以讲，并入啊，伊有这种心进到台湾民政府来，咱都爱珍惜这个人才，要好好的机会教育调教他，让他变成有用的人才。咱袂使讲啊，咱即马做主管啊，嫌东嫌西，这个也袂使，那个也袂使，干那你上会使。这样浪费人才也是一种不好，非常不好，不是哦，一点啊不好呢。因为人才得来不易啊，吼、哦，大家拢有爱台湾的心是无简单的啦。所以咱每一个个外含万的，咱嘛拢甲当做咱的子孙。你生到外含万啊，你嘛是爱甲爱惜甲死，吼、哦、啊慢慢啊甲调教。迄位残障的有无？安尼。每天在那附近，每天在那教，在那教，你要有那种耐心，每一个你有耐心去教，他一定会进步，哦，啊，所以讲，哦，欸，大的零件也是零件，螺丝，小粒也是零件，啊，你若是有大，大粒石头，没小粒石头筋，啊，也会倒翘翘，对不对？所以讲，你要适才适用，把这个人要放在堆。你爱怎样讲？伊是要藏伫底，你唔好甲迄、那个小兵啊、小兵啊提来做将军，啊将军甲叫来徛卫兵啊，安尼吼，就是袂使，就是你免用人。所以呢，咱一定爱好好来领导人才，优秀的领导吼，善于借重现有的人员呐，咱就是讲唔免阁去叫。咱若是发挥所有的人的潜力，啊来教教育甲伊做好，唔免讲得爱偌济人。你知影中国吼，遐济人，几亿、13亿人嘛吼，15啊吼，好够高兴吼。我阵啊知影13尔吼，因几个领导人，有人知影嘛？九个。因的核心人物干九个领导人尔，九个都管规个中国呢。啊，咱4000人加饭桶，啊，咱搁一点点啊囝尔吼，对不对？啊，咱平平人，咱敢会输伊？袂输伊。所以每一个人吼，要发挥自己的潜能。咱每一个人吼，的潜能拢吼没有被利用啦。你若是讲吼，雄雄的时阵吼，迄潜能就走出来。所以呢，咱一定即马去，咱莫阁安尼啊，细心细心啊，动工动工。
你若精神起来，提起自己的精神，你的力量是非凡啦，非常的有能力。卖讲嫌家己，你嫌家己就家己无信心去啊。咱一定爱自信家己，我可以。安尼好唔好？你自己可以吗？可以哈，所以讲，啊，咱一定爱自信家己，咱有够迄个能力来，要做到分层负责、分级管理啊。所以咱到一个团体的时阵，这足重要。你一定爱分，你卖讲四五个啊，恁四五个拢来去做遐，你无该分阶级，没有给他分离分层的去管理。一提一，一提一，所以讲一个团体上重要是这個。当一个团体组织啊，你那是拢无解分，无分工课啊。那像讲一间学校拢无分班啊，哦，啊无个解叫一个班长起来领导，绝对一塌糊涂。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要领啊。啊，你咧来分级来管理啦。啊，分层来负责，你负责这层，你负责这层，你负责这层，每一个人拢有共无共款的能力。你若无加分层呢，叫做一会讲，遮拢恁即几个去做，话就伫咧偷懒啊嘛。我讲啊，都因做得好啊，伊讲因做得好啊，啊都讲三个和尚挑水，讲没水喝啊，吼，对不对？吼，所以讲你每一个加分共无共款的工课。啊！你分级，这个一级、二级、三级，能力较好，啊，较有想要冲的，你就一级，安尼效果就出来，这足重要。来，要注意别人的经验教训。比较讲，啊，你就像讲，即马，以前侯伯村因囝吼，伫台北市，啊，做甲乱七八糟的，一个花博都开遐尼侪钱，那个都弊案。啊，人即马吼，一张会讲偌侪钱，伊做歹的所在，即马柯文哲去，敢会当阁照安尼做？吼，咱迄是一个弊论啦。上次的主管做不好的，咱去一定要随时改进。即马柯文哲去就是啊，为歹的一直调起来做嘛。哦，交通工，交通阻塞的地方。公车道马上拆，安尼有效率无？啊，讲红灰巷甲这个违建呢，马上拆。以前没有拆，也许人都拢包庇嘛，包红包嘛，吼。所以讲伊即马伊无爱钱，就甲拆。啊，但是我迄天我有讲诶，哎呦，啊，住伫迄个人拢无钱诶人呢，啊，你若是甲拆拆遐。艰苦人都要去租较贵的嘛，无迄俗的房租吼，也是苦到那个老百姓啦吼。不过话讲袂使招工处理，但是我认为吼，安尼执行还不见得好啦，因为安怎台湾伊的经济也未该救起来进前，人民生活苦哈哈，你执行太严重。那么弱势的没有受到保护，嘛是要够可怜呐，吼！所以呢，咱要执行一个代志，做主管要前后拢爱去考虑，加足圆满，吼！袂使好这行啊，歹那行，安尼等于零呐，吼！所以咱做一个主管一定爱注意，别人做唔对的经验，咱去咱袂使够做，你够做人讲啊，都唔免换你啊。比较讲，咱台湾民政府起来做，哪个再像因国民党安尼吼，贪污遐济，咱敢爱需要咱？啊，若要遐烂，就唔免咱啦吼。所以别人的经验，咱要记起，袂使照安尼。来，要坦诚第一。咱做主管吼，一定爱很坦诚，袂使安尼咩咩格格啊讲话吼，很神秘啊吼，安尼人。做一个主管人会甲你轻浮无？绝对袂，所以一定要坦诚。但是坦诚不是把你的秘密都说出来给人家听。我以前吼，要去日本，
留学进前，我讲我来台北，先来阮朋友遐吼，遐学一挂日语。啊，有一天我的同学就甲我讲，阿祖，你安尼吼，无三分钟哩。你的屁股让人家看光光，人家知道你几根毛。我听得足受气，讲啊，我坦诚有什么关系？伊讲人吼爱较心闭的啦，莫安尼遐刁滴安尼讲了了。我迄阵啊听足受气呢，到我历练比较多的时候，我感觉安尼有理，尤其是咱做官员啊。我有接到咱一个通信吼，那见到每一个车夫人都甲讲，好，我以前细汉有够瘦的，我吼拢穿破裤呢，我流浪去高雄去学师啊吼，去讲卖豆奶呢，安尼胃头拢讲甲尾，吼，你都爱听伊讲差不多十分钟啊，吼，安尼有啥物歹处？你讲甲你的想秘密的所在啊，后摆啊，迄都是人会。根据你的要害去把你重伤，比如现在离婚没很多，离婚很多，会说你就单亲家庭，你怎么怎么，后来人拿这个给你做文章，所以说私人的秘密不一定要坦诚，公事一定要坦诚，所以说要分，要分清楚人与人相处吼，要以和为贵，就是讲一定爱结善缘，莫结恶缘啦。一个人来，咱都爱一个人去看伊，吼，结交好善缘，安尼较好。莫一个人来，就谈一个人无好嘛。安尼，你造成非常非常多的敌人呐。一个人看你无好，搁再。愈侪叫愈侪人来看你无好嘛，每一个人伫这社会都会受到攻击跟批评。那我吼甲攻击吼，我拢讲，我看伊内底对我无好，我拢较紧去买咖啡给伊食。这成为我的名言吼。我老师讲袂使啦，你买咖啡给伊食袂使，爱佫甲讲谢谢。我讲我还袂到迄个程度啦，讲无啥会出啦。咖啡给伊食，拄啊食咖啡，迄无算在内哦吼。我拄啊买两罐哦，朋友食吼，迄毋是看我无好诶哦，迄是看我足好，我是要看伊博感情诶啦吼。那看我无好诶吼，以前我拢讲笑讲，你若要啉我诶咖啡，你先看我无好，我就一定会买咖啡互你食。食咖你讲好啊，换我买互你食安尼啦。吼所以这人拢吼甲做话题呀，吼。事实怎样？我从来我唔捌安尼看人冤家过。你要看我小妹，我无爱插你，我相边啊。因为这是回力磁场的效果啦。你要甲我木来定定，都要出力甲木，我拢相边啊。你有一天你木收大，你家己拍落，对不对？佫会靠着石头的砖啊嘞，对不对？所以呢，攻击我们，我不回应，他自己自动就是会喷出去。咱。迄就是回力磁场有一个能量的关系啦。你逐天骂迄个人，骂迄个人，吼，敢消偌济业咧，偌好咧。阮老师讲叫我爱搁甲说说，我毋捌啊，我说袂出来，说袂出来啦。我敢那看到伊嘛，足好咧烧酒嘛，哎呦，你要啉咖啡无？有机会较紧买一罐啊，好食安尼尔啦。吼所以讲，咱爱以和为贵，较袂造成更多的敌人呐。吼。因为咱，尤其是咱家同心，拢是兄弟姐妹。你看一个无好，规个拢看你无好，安尼咱袂好啦。所以吼，人要看我无好，我是讲我是高不三将的啦。吼，我大家我拢爱看人足好啦。是因要看我无好，我无法度啊嘛吼。那就是没有办法。我们一个人吼，不可以去控制每一个人。但是你可以控制自己，我要怎么样做，在你自己啦。我都要对你足好啊，你唔爱对我好，那是你的代志嘛，对不对？哦，所以讲以和为贵，来，咱爱尊重部署，自然也得到部署的尊重。咱每一个部署，咱拢爱该足尊重，那像你尊重长官呢，吼。所以我伫遮，我有时啊，我是安尼俏皮俏皮，吼。
迄其实话拄啊入来，我嘛甲叫长官人，伊嘛欢喜噶，吼、哦！啊，虽然咱讲笑讲笑，他有可能以后真正咱的长官哦，对不对？所以你尊重别人，人家就尊重你哈、哦。啊，来腾出时间思考问题，咱即马就是讲长期卖家。咱的头壳骨去想遐骨碌骨杀个代志啊，尽量想咱主政咱要安奈来坐即位，紧来准备。我连讲啊，我要对一个单位来上班，要赶快来准备，因为时间不久，咱几个月啊，咱都要见真章哈。所以讲，一定要来思考咱即阵该做个代志。今来准备，要及时提醒大家防范未然。所以讲，咱嘛是爱甲咱的同心，甲咱所有的亲戚朋友，讲你即马爱认识现在。现在这个时代是什么时代了？你袂使唔知影讲，马上要改朝换代。即马是虾米时阵？你爱了解，吼、哦。所以讲。人讲有备无患呐、啊，吼、哦！你莫讲等个时间，国旗那会拢差无相共，迄阵啊讲，哎呦，我那会拢唔知，吼、哦！是讲你也未准备来，人咧领养老金啊，你正得等要去办身份证，敢未付？未付嘛啦，吼、哦！所以要有准备，经常了解部署的想法和感觉，像咱做老爸老母的。为什么看囡仔不会哈？因为你无去改囡仔，伊的想法跟他所要做的行为是为什么？所以讲大部分的人就无用嘛，吼、哦、啊，为人嘛无迄个知识讲要来了解囡仔，啊，拢干那用骂啊，用改啊，吼、哦，所以讲也代沟啊，咱。把我們的部署我們就當作我們的孩子一樣我們要去了解我們要去了解、啊、看他的感覺你如果看到你的部署、啊、面碰碰還是面悠悠入來你一定我們每一個人都會想說但你是什麼、啊、一個擊一個面來你要上什麼班、啊、頭家還是上司都這樣想不對我们不要这样的想法，这不是好主管。你看到伊面悠悠，你应该爱有慈悲心啊！你是唔是对他的艰苦，对不对？啊，你那面碰碰啊，你是在受气啥？你有啥物麻烦无？爱我甲你到协助无？所以讲，这种的主管一定不下，就甲你尊重。吼、哦，所以讲，咱家那学学的。大家都无敌铁金刚啊！要相信无？吼、哦，相信哦！啊，所以无敌铁金刚吼、哦。啊，来，咱每一个成员对组织要有全面的认识。所以讲，咱的组织即卖组织架构，一言以外剩下内阁。那么中央有中央内阁跟中央议员。来，中央我们有司法部有。我们的故宫，你拿咱的组织表提来看哦。大约咱即马就是分成三个阶层，咱中央以外来就是州，啊来就是郡哦。所以分咱爱对这个组织咱有所认识以外，以后咱要来卡哪一个位，我们要来做什么事，你才会了解。佮而且对咱的成员整个的架构，咱的成员甚物人咧做甚物，对一个州长，对一个伫做一个议员，要用一点仔心去了解。咱人若咧讲互听，较袂讲袂来。佮而且你好像很陌生，陌生你讲，你佮秘书拄啊嫁入来新新娘，讲望无走，吼、哦！你叫你做啥，你什么都不知道。你就无法度行去发挥，所以讲一定要前面先认识整个的组织，让每一个人都了解其工作的重要性。咱即卖工作重要性，第一法理，第二绝对袂使有负面的想法。我们
一定从信心里面坚持到底，咱就是讲执政就在眼前，咱袂使阁偏来偏去，哎呦，这边唔够安怎，那边唔够安怎，这边唔够安怎，后人讲我双边看袂下，有咧，啊安尼，你。你要中国就中国，啊，台湾就台湾。你要住迄落台湾海峡遐，啊，咪沉沉死，对不对？袂使打双脚尾，人抉择了，你就是吼，一定安尼从头到尾一条线呐，袂使安尼有良心呐，有良心你就无法度人做成功吼，还会被淘汰。对，所以讲，咱的工作重要性，我们要巩固我们的。中心思想，中心思想是什么？我们绝对跟着秘书长的脚步，一步一脚印，直到接到政权。然后我们要接到政权，我们要发挥所能，照顾百姓，我们做好政策，要来实施好的政策来照顾人民。所以说，这就是我们工作的重要性。袂使唔知影，讲哎呀，我入来我是要创啥，还佫唔知。哦，啊嘛有人讲足知，我嘛有拄到一个屏东的童心来，我讲，童心，你的专长什么？你免甲我问啦，我啥物拢嘛会。我讲，啊，你养做总统无？总啊点点啊，卖讲拢会啦，拢总会，你嘛只做一项尔，敢有法多做遐一项，对不对？所以讲，咱要选择。你最有把握的那一个职位，啊，才会当坐较久。那个重要性，工作的重要性，你入去你爱做啥物，担当什么职务，即个做落，像讲假使恁拢无读伊个，你敢敢去做那个卫生署长？那像即马禽流感呢，都爱下台呢，对不对？要怎么样负责？那卖去。压迄咱无法度压的代志，吼，所以要每一个人拢要懂了解工作的重要性。根据别人的言语举止，即得讲察言观色啦。每一个人跟你讲话，你看伊的目睭，看伊的动作，你应该要察觉到他要做什么。做主管忙松松，人跟你讲一波啊，讲我还听不懂啊。安尼人要叫你做主管，要创啥？对不对？你去用管较拄啊好啊，吼、哦！所以一定讲爱目色巧啦，目色巧，察言观色，就是要知道他在讲什么，他的举止。刚才我像比讲，安尼你还阁唔知影，我要甲你摸落哦，对不对？所以做主管袂使戆戆啦，吼、哦！咱做主管啦，戆戆吼。就比予人管较拄好吼，所以一定要具备这个条件啦吼。金钱只是生活中的一项，并非万能。即大家拢会晓讲，啊，唔过没有钱，讲万万不能吼，对不对？啊，唔过你爱拿捏啦，拿捏什么是比较重要？袂使讲，300块、500块，哎，又个买嘞，个要去共当票，对不对？咱感觉咱以前做戆的，对不对？啊，拢有去当票嘛？大家拢有当票有无？有无？人我当一票拢一万呢，恁捌摕到无？我看阮祖囝当啊，两个当啊，2万块足好诶。但是啊呐，即马想起，迄嘛是无价值，伊敢毋知吞几千亿啦？迄个人内底吼，大官内底足大诶啦，吼、哦，迄食足侪钱诶啦。啊，所以讲你摕2万块，啊，恁全家族所得去要乌偌济去，安该会好袂好？所以讲吼，金钱你要的话要衡量啦，吼。所以讲，只有好的军官，没有坏的士兵啦。所以讲，我拄啊讲过，人才个个拢是啦，小螺丝钉、卸粒球啊嘛是拢人才，吼。同款啦，你就是。无好的主管，有迄个无好的主管啦，无迄个讲有歹的部下啦，
无法大家拢总好，就是你主管你袂用管啦，对不对？啊，所以后摆啊，恁袂使嫌你的部下对一个歹，是你家己无好，安尼好唔好？你若讲你的部下对一个无好，是你家己袂晓管，唔是你的部下无好，吼、哦。每一个你爱会用该用，吼、哦。啊，若无你爱会用调整、调教啦。啊，若教袂来，迄阵啊才讲啦，吼、哦。那个也是太离谱了啦，吼、哦。啊，所以吼、哦，咱尽量不要伤到自己，吼、哦。那调教嘛要适度，人讲迄吼，迄朽木不可雕也，你嘛卖讲硬要甲雕啦。但是你直接跟他保持距离，以测安全啦。你卖为着要揭一个波下，揭讲吼下底人拢甲你反对，啊你家己先落头，安尼嘛无头壳。所以你若是讲一个波下无法度用，秉公处理。让大家来一起参与，这要安怎？哎，让他自己走路啦，安尼好唔好？你莫讲提刀了，得想着得砍一砍，啊，你砍到自己呀？吼，伊有会甲你做，袂甲你做，你予伊家己看，要家己要学无？啊，若唔爱学咧，你想办法让他自动辞去。你无需要硬去斗顶时讲，这个无协调袂使，下底的人呐，甲你反对，你就歹管啦。所以讲，当你要砍别人的时候，你要想是不是会砍到自己，所以足重要的哈。所以讲，有要有宽阔的心怀，像迄就是讲吼，爱有慈悲啦。一个人呐，含慢吼，伊有心要甲你配合。啊，做较袂来，咱家当作讲啊，这都咱的子孙，伊都较含慢。人别人呐，种啊打十地，伊打五地尔，咱嘛是慢慢啊，互伊进步。迄就是讲，你爱有迄、那个宽阔的心怀，你爱有原谅他，让他，而且有耐心，让他进步啊。啊，咱时间讲啊到啊吼啊，这来就是迄、那、落、個，咱即马讲要来学安怎做官吼，对不对？就简单一分钟就讲了啊哈，做官我唔捌做过，但是我的朋友拢大官。我有一天问我的朋友，讲，你做官要安怎做？你嘛甲我教一下，讲足简单，吼，啊，我讲互恁听。当你派到哪一个单位，你去甲你最上面那个主管呐。代表你遐那是有五科，迄个科长该叫来，请他用书面报告工作，伊个工作报告啦，安尼知影无？你那是伫这个部门，你这个科长叫来，请你给我工作报告。啊，伊用书面就写啊，我都在做啥做啥做啥，我逐工个啥物都拢写规个来互你啊。啊！伊叫工作报告，伊来就教你便便啊，对不对？啊！你若看，阁看不出什么名堂吼，你讲你阁甲叫来，哦，你写了够好，后摆我真靠你尔尔。你吼有安尼诶想法做法吼，对我帮助很大。啊，我希望吼你阁再来教我吼口头报告。啊，即马迄张摕互伊，就伫遐念啊。啊，你录音机。买来看，要地地落地啊！囥个抽屉都遐落啊，落个你当下家己去恶补，安尼也要做官无？有简单无？当下你就知影伊咧做啥物碗糕啊嘛，对不对？啊，若卖讲哇，这点安尼阁袂歹呢，啊，这敢有啥物改进呢？假无伊吼，套招他也会讲出来。安尼你就完全知影伊个工作性质跟内容啊嘛，有简单无？会用做无？袂用做，才拍电话给我。感谢大家。各位同学，我们再次用热烈的掌声谢谢郭老师哈。我们下课休息哈，餐厅用餐，好，餐厅用餐，谢谢。